2012年，香港海洋公园游客人数达到了750万，再创新高，其中半数游客来自内地。公园还摘取了2012年度全球最佳主题公园大奖，成为亚洲第一个获得这项殊荣的主题公园。香港海洋公园是香港的地标性景点之一，1977年开园以来，已经吸引了1亿多游客来旅游观光。目前，香港海洋公园已经成为了一个拥有近70个景点以及游乐设施的世界级主题公园。